是西海岸吗？算西海岸，西海岸就是。这个皮肤还是很多人喜欢用的皮肤啊。常规，选了一个终点，这是一个蛇比较喜欢的地方。用红蓝鞋。没事，他们能觉得 OK 也是 OK， 我觉得。来多看。是那个蛇的炸弹，人家黑色的，然后就反正贴在地上嘛，就反正就有亚森了的动作，炸弹丢了一下，你这应该只能抓到，一个伤害值完美，一个确认，这么一个红，试探性的打，可以直接打到身上，所以他那个上低的飞行是有扛伤的，直接打在身上还是可以。这个停车，可以啊！这个地方，把那个防空避开了那个导弹，一个上帝飞空杖没有抓到。为什么没有蛇没有直接打两下，就打一下，然后又在等？其实反而动作没有这么快。多子弹，经典，可惜。不应该炸不到，对，这个距离其实蛇有两种技巧，就是它的那个伤害值，有时候会考虑打在板边上，有时候就不打板边，就是打两种操作。这莫名其妙伤害值，完了，等这边弄到空上直接，其实已经早就看到你的炸弹了，又是一个实射炸弹，看没有，其实只要打完炸弹。打完手了就要打一个横击的，这个能习惯被对面开始熟悉了。那现在用下 T 和跳空恩去切入就很好，然后打关键的时候就一个空后，这个横击也打得很完美，可以保了整个游戏人现在领先两命。蛇开始用他的无敌的上 T， 然后一直蹭，小心，我们对面会滚到板内，那没动直接一个上 T 带走了。炸弹还是太近了，想跟对面退兵吗？其实现在的百分比好像不太支持这种状态。两个伤害值，这炸弹也炸了，可以。炸弹又再扔了一个，然后手抽一个炸弹，一个炸弹红标。反而用上 T， 这百分比应该是不够的。完了，回不来了。这个时候应该就只能就是高空回上，反而比较支持一点。难过，面面，又掏出了他自己喜欢的面面。来看一下这个对局怎么应对，还是常规的拉扯，往后做动作，又被切入了。空恩，对，就是立马很喜欢的，打近身的时候用空恩和上 S 去挑一下对面。这个 DA 不好，后段他又是空恩，对，空恩 DA， 有空恩，然后再横 T。马上就用这个锤子，然后去覆盖。那锤子有个好处，它空中打出来的时候不是一个直线，它是一个曲线，这样子可以覆盖更多的位置。但现在有点劣势啊，要注意安全。这个后车被对面看到了，又一个踩，完了，这个太高了，已经被有很多时间去看的。到了，现在这个百分比用锤子打会不会反而不好一点？因为自己喜欢躲在板边，这时候我们拉扯可能还要再打两个，就像这样，运气不错，可以就击杀了。也没有，玩抓紧，接着做动作，做了一个空前，把对面踢开，对面很快又拉扯回来了。这个差一点，这个锁子就打断了。对，没错，就是。这上一次没有带走，百分比还差一点点。开始左边轮，又是横踢，但对面已经开始用翻滚。对，偷面面，两个横 S， 两次都是横 S， 都是做了一个同样的动作，被横 S 带走了。做了太多的横击了，但是近身不做横击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。
对对，就神。哎，刚刚那个空恩打，如果是锤的话，说不定还能击杀一下。马上选择了直击，哎，这个可以。有亚森怎么样？那确实，就是没有搜索，能等一下。哎，对，没错，追的时候要注意，先冲刺盾一下，对，然后再 DA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哎，对，对面做完动作马上转身，哎呀，这个落地是立马最喜欢的，哎，有加强龙头了，要注意安全，喂，拉扯远一点，来一个龙头，对，没错，哇，这龙头太赖了，快半根手那么长了，哎，不过现在有亚森，这个有确认，嗯，哎呀，可惜刚刚顿住了，如果能打到的话。哎呀，完美！没死他哦。刚如应该能用跳拉扯一下，我感觉应该最后已经可以 DI 了。可以，这个习惯还是喜欢用空恩呢，空拳呢，然后 DA 去打一些力回，然后再抓。对，他的抓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用的很多，啊，是看，对，这个看就是很关键。对他横踢也用的很多，可能因为横踢可以，真的还是比较优势的。而且戳两下的那个攻击曲线，它也比较舒服。哎呦，空恩，再一个空恩，对他这个空恩确实很棒。我完了，没有抓到，又抓到了。注意啊，不要随便在空中做太多的动作，那个他空中动作习惯还是很好的。哎，来了，换拳头。哎呀，差一点点来了，再来一个覆盖。哎呦。应该回不来了，刚好亚森再见了。哎呀，先打枪，看能空恩撑一下，没有被对面又再次一个 DA。我觉得还是这个尼玛可能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我怎么觉得他这个动作还是有点公式，紧张在空中的时候没有再等一下，反而很强硬的用了一个空下攻势。对，这个攻势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。被对面踩到的时候，哎呀，龙头可以啊，哎呀，还没有躲过去，我完了。一旦被 parry 或者被手顿住的时候，就习惯空翻或者下地 DA， 去用一些比较自己觉得比较安全的。他这个，哎呦，这个 nice 打到了，可以一个很精彩。现在刘森领先。哎呀，现在这个立回对亚瑟那个 Joker 有点尴尬，不好击杀，然后也没有好的办法。能把对面优先铲到场外看，哎呀，这个当身就不算什么了。喂，确认，可以，很干净，把握了很多次，只要切入就能击杀，就抓得很好。喂，这个当身，我也死了，完了，出事了。这个龙头，这个位置，对，然后龙头出去。啊，亚森，亚森没办法。哎，没办法，这个太。今天神威治一切那个道具怪觉对。神威的好处就是他一次优势能力会打出来的伤害真的是很多，而且他的剑又是所有剑里面相当比较长的那种，双臂被蹭到确实还是可以回来机会还是比较多的，而且比较快，会比 Joker 要快一点。可能想到这些覆盖还有距离，还有每一次优势能的厉害了，选择了这个神威盖。一套打完回来了，也不用很担心。对，打盾也安全，然后主要速度够快，对于这个角色啊，速度够快。而且其实神威回场还好，嗯，他就是我觉得他如果被那个东西蹭到，反而其实还蛮安全，因为他有一定的强硬度。啊，除了被这个一二手的难受，哎，对，要注意安全，对，就是这个落地，就是尼玛选手比较常用的一个套路。哎呦，一个下 S 把对面给顶死了，这个这不对，我看太懂了，这不是一个这不对，兄弟。有点震撼，哎，干扰一下，哎，空恩抢回来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 S 的话，就比较好，因为德其实已经拆到对面要翻过来。哎，等又拉扯，这个图其实我反而觉得左面反而有点舒服，啊，
他那个两条轨道刚好能拉到那个板边的两条通道上，导致他哪怕手边也不是很舒服。哎，这个还是其实也是在等对面闪，他堵闪的习惯确实很好。哎，不能乱动，对，就是这种对，然后他就开始翻滚，这个时候只要切入了就完美了，可以，就是这样。就是做这个题要做两遍，这不是说做一遍然后就安全了，还得再考虑再做一遍，然后只要这两遍题做完，基本就没怎么操作，只剩一些空招。哎，这可以，一个技能打了两下，我又看到了二神说的他的手柄没有亮，哎，没亮了吗？还有亮，哎，我靠，死了！哇，太准了这个，可以再等一下的时候，神威的上帝的拉扯。可能对面立马选择木鸭做得很好，哦哟，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马上拿，哎，完了，不要后滚，这个小套路，只要抓完加长龙头的状态下往后滚，这个很危险的动作，因为他的那个加长龙头刚好在覆盖到旁边，哎呦，可以，立马就没有支援的时候，马上一个空把他带走，然后夜长梦多。哎呀，又是一个抓，还是抓，他还喜欢抓，哎，可以，这个安全，这种蹭到两边，这个时候的时间就不太好命压了。哎呦，我操，这个一个锤子太痛了。来了，注意安全啊，对，哎呀，要注意安全，对，就是这两下。哦，先卷开，哎，等空上，哎，对，没错，再打一个落地。哦，哎呀，可惜了，被对面闪到板上了，完可以打一个，哎呀。没有追到，神威还是不够快，对，还是不够快。对，就是尼玛很喜欢这种，就是打完两个招马上后闪，然后对面如果要去追的时候，他也不一定可以换一种的方式去后闪，然后打一个空招或者是一个 EA 再穿一次盾，让这个做题能再做，让对面。哦难过，一个空恩又被对面击杀。我本来这张局觉得选的不好，太，这个也是剑诀吗？这什么打、啊？但西克打面面不是那个什么那个谁的理论？那个顽皮修的那个 Will 的吗？你说？忘了，我记得是好像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西克打面面。优势说，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我们用的，我觉得手太短了，只能打一次打完吗？但是风险会不会太大？因为你看现在，虽然说回场好像没什么。对，确实可以用回场，反而能反击。哎，这个拍位很帅啊，空后打不到，但是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杀，而且面面挺重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没有必胜，但也不亏，其实。这 ES2 这个地图需要多次预售。对，哎呀，反正并没有站太优啊，反而自己的身板太软，有时候不太好啊。哎，你看打完空上空恩，直接把对面拉到场外，然后，哎呀，可惜了，如果再中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个击飞技巧。我空恩顶，哎，空上我可惜。哎、啊，这不行啊！后摇，哦呦，完美！点了一下，可惜还是回来了。就但自己要考虑安全，因为他的空门和他的锤子覆盖很难受。又是一个空门，你看，哎，这个空后打得好，哦呦，漂亮！选一个横劈，可惜。哎呀，再做一遍题。要防止对面的抓也要注意，你看现在空门在上马是，对。难过这个这边也是慢慢一点一点推盾往里挪啊。对，啊，这个打到还没死，吃了这个锤子够难受的。这个位置，啊，哎呀，这也行，跳然后一个横踢就这样带了。哦呦，可惜，你必须要稳住。开始走了，开始走了。哎，一个确认，可以一个空上带走了。OK， 完美，马中马，兵中兵。对。哦，这个头差了一点，啊、下击上 S 26。哎呦，喂，可以，看看这波能拿多少优势，漂亮的 Parry， 但是横踢也打不到，后头吗？哎、下头没有连上，漂亮 Jab 能打50 ，OK， 50。
空位，好漂亮的 Perry。喂，哇，可惜，哎呀，这个好漂亮的跳，能打到吗？哦，打了原地受伤，但是这边还有，对，这个球场还好，漂亮的 Perry， 但是没有用。漂亮，横踢轰上，还连断上 S 没有连到后头，应该可以等一下了。对，叫下 B 先回来。妹妹这边往前推，空文直接往脸上跳，都急了。怎么说？漂亮的独跳。Okay. 好 ，OK， 又开始。叠。这个版本。下贴空上。这个机会是要空下下来吗？先闪，这闪对吗？不能闪，哎，闪空。哦，漂亮。漂亮空后，没有办法，这个伤害太低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哦。空位漂亮 Perry， 但是，呜、哦、呜、哦，差点死了，我靠！漂亮 Perry 一直在 Perry， 前头 Perry 独跳的空空，但是百米的高、啊，哎呀，可惜呀、啊！哎